U64，U64，你刚看见了吗？刚刚那个特别的棒，我们可以继续，就像刚刚那样的继续玩儿。小游，你的房间里面是不是开了暖气啊？我怎么觉得这么热？没有没有。小游，你来啦。干嘛？没有没有，我今天呢，我去找艾玛玩，你要不要一起过去？哦，不用不用。喂，雨汉娜，你还好吗？嘿，你好，尤里斯。我很好，谢谢。你今天的裙子特别的漂亮。哦，谢谢谢谢。但是这个裙子我是每天都穿，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。那好吧，那等会儿见喽。好，那我们等会儿见，拜拜。尤里斯，你今天好奇怪哦，为什么你今天那么喜欢和我的妹妹说话呢？这就是这样啊，你妹妹那么讨人喜欢，我当然喜欢和你的妹妹玩啦。啊，无所谓啦，但是我这边呢找到了一个这样的好玩的游戏，你要不要一起玩？我觉得汉娜真的是非常的棒的。小尤柳丝，你好好看看这边，你到底怎么回事嘛？那好吧，那好吧，那我们大概1分钟之后再继续看喽。我们可以在这边去跟他做一个这个茶的派对。哎，你们两个，我们两个在这边玩娃娃，你喜欢吗？不不不，我不是特别喜欢。但是呢，你想要玩的话呢，其实我们也可以一起玩。但是我有个事情想要问你哦。发生什么事情了？难道是我弟弟又欺负你了吗？没有。其实呢，我还是想问一下你，如果你喜欢一个男生或者是女生，你要怎么样去跟他说呢？你就直接跟他说就可以啦。哦哦，好吧。那大概就像这样，我喜欢你就是像这样的吗？对对对，没错。那我说喽，那我喜欢你，汉娜，我觉得你非常非常的棒。比如说是这样吗？对对对，但是我是，我就是说我喜欢你，对，就是这样说没有错的。哦，尤柳丝，你干嘛？尤柳丝，你干嘛？不可以这样，你怎么可以亲我？我就想问你，你有没有一个男朋友？我想说，如果你没有男朋友的话呢？我想要做你的男朋友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拜托，我有男朋友，而且我还有喜欢的人，啊，拜托拜托，你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汉娜，尤柳丝亲你了吗？哦，尤柳丝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我已经跟你说了，我要看这个电影，你要不要过来？尤柳丝亲了汉娜了，尤柳丝亲汉娜了。哦，你强迫他，你亲他了吗？你怎么会这样？这一点都不好笑。你快点跟你的朋友说下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他会突然亲我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难道是你们之间的恶作剧吗？尤柳丝，我觉得我们俩不是特别的适合。拜托。我该怎么跟别人说？